在《惊奇队长二》的预告片中，我们首次看到了这片神秘的物质。目前还不知道这个神秘物质是什么，但它似乎是附着在一个六边形的穿越虫洞上。那么这些六边形的虫洞，我们在漫威的很多电影中都有看到过。让人印象最深的，应该就是《银河护卫队》系列中的这些。那么这些六边形一般都是一个连接着另一个的，这片同样也不例外。很明显，也是连接着另外一块六边形的。 而人类在他面前如此渺小，可能正是因为这片神秘物质，才让这块六边形的穿越虫洞显得格外醒目。那么，我们继续看到，当兰博队长接近这片神秘物质时，他的手臂已经开始发生了变化，太空服也变得透明起来。这片物质散发出的能量波，跟惊奇少女护腕上的能量波一模一样。同时，这种能量波也出现在了惊奇队长的手指上，所以。 这应该就是他们三人纠缠在一起，可以相互传送的真实原因。那么被传到太空的惊奇少女，虽然跟兰博队长和惊奇队长互换了位置，但是在宇航服里面应该还是穿着自己的套装的。这也直接解释了为什么在这一幕中，同样在天剑局的太空飞船上，她身穿套装，利用自己的超能力，脚踏七星，与这名拿着显然不是地球武器的女人进行着周旋。